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一控一的大楼，在疫情的期间，照常要来办跨年的宴会。唔，那有全球史这个收藏的官楼360度特号轮装的宴会，嘛比较着印尼，当都是维持着300秒，要来办16000发，要用希望来点到未来。感谢在去年这个时期正式进入2020，是不是到确实全世界疫情爆发的开始？因为台湾防疫成功，原来是2021年同款的使挂嘴安闹闹热热。台北101的宴会同款有好爱拥抱世界，好希望点亮未来。向风影响致敬，大力爱心，一位一公爷大佬向我热情的传送。全世界头一个360度立体特效恋爱型的烟火，嘛代表为全世界激风。最后是百花齐放，大面积、大时间、七彩烟火，来一个缤纷的结尾，300秒、16000发的烟火表演，没有世界看到台湾。我们的经费大概在2500万左右。今年我们没有灯网的秀，就有差别在这里。在全世界都没有办法做观光旅游的行销的时候，我们成为 Only One， 那行销的效果就会更好。Only One 一定就会是 Number One， 我们是唯一就会是第一。从日时亚丹梅开始，台北101的大楼将会充满浪漫的粉红色。每点钟跨年限定灯光表演，会陪乡亲到2021年。